OK 吗 ？OK， 嗯。实在就是 SUM。好，欢迎来到杰森汽车，我们位在于台中市清水区中华北路29-20号。今天要来跟你介绍2014年 Toyota 的 Altis 1.8 Z 版运动版，镀铬四条，前车雷达，运动版大包，摸门电折后视镜自己会收缩啊，尾翼。倒车影像、倒车雷达、立板哦，立板，正一手女用车，虽然跑了13万多，可是性能还是一样非常好。日行灯、雾灯，好，我们的内部黑内装，新搭档，别说那么这个人换，超大容量的后车厢，还有一个防水垫，玩玩玩哦，碎碎碎，美美美。一键启动定速换挡快播，然后它的萤幕也有电视导航、蓝牙收音机，点点点很多很多，恒温空调、雷达开关键。我们这台车的里程现在是134,342，一手女用车。然后这边有我们的那个抬头显示速度的，还有我们的天窗，哇，国民神车。然后这边有我们的前面的镜头，那个录像的行车记录器，倒车显影。然后我们左右边这个后视镜内部都有喇叭，相信这一台的喇叭一定非常不错。这边可以放 CD 啊，定速、引擎控制键、设定 set 油耗、续航、速度，很多很多。然后呢，这边是我们的防滑开关，这个也是前后雷达开关，电折后视镜，我们的内装，碎碎碎，美美美，女生开的就是不一样。手自排，它的引擎室，它的标签都还在，这台引擎室没有特别整理过，回来就是这样子，碎碎碎 ，yes 认证。想要的朋友要赶快哦，2014年 Z 版 Altis， 当然我们有那个保固啊，保固引擎、变速箱、方向机跟启动马达。我们位在于台中市清水区中华北路29-20号，今天跟你介绍这台2014年。Altis， 就是先这样，有喜欢的可以跟我联络，毕姓林，我是这边的店长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介绍的话，请帮忙我在我们杰森汽车按赞订阅抢先看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